早期种凤梨，我们是当然就没有一开始是种有机，也是跟一般惯性一样是这样子种。我们做成中，我们也是会去喷洒农药，喷洒一些生长激素。我爸爸在30年前，我们家就开始有把一些凤梨外销到日本。那时候我们能够外销到日本的凤梨，一定不能去喷生长激素，这样子的品质才能够卖到日本。其实开始种有机之后，慈心基金会他们就是有建议我们，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在我们农场，做个生态池。其实做生态池的用意，我们是希望就是说，让我们的一个生物多样性。以前我们这一块土地就是都是石砾地，也没有池塘，也没有水塘，所以整个都是很干。这段时间我们就是去挖，然后就种一些水生植物、水生动物。一开始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去饲养，我们一放水下去，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动物就是蜻蜓。你做的过程中，你就会看到，其实很多有蛙类，还有一些水生的动物，它们都就慢慢的过来这样子。像我小时候，其实我们只要去田里，会有青蛙被我们吓到这样跳。可是我回来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，其实我看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色。可是当我回到我做有机这一部分之后，我发现我们的生态是有慢慢的变好的。台北赤蛙它目前是国内野生动物保育法2级的珍贵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，它只局限以点状的分布在几个地方，其中屏东这个点位呢，也是整个南部地区仅存最后的一个族群。它的体型是很小的，需要靠一个潮湿的皮肤去跟外界去做第一个这个接触，所以环境好不好，水质好不好，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两栖类动物，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动物。农场的主人就牺牲了几分地的一个田区，没有栽种凤梨，把它营造成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环境，所以呢，它的水池跟水池的中间都会有一些水域的廊道，也符合我们生态学讲的一个生态廊道这样的一个概念。看到很多生产者，因为从事的这种绿色保育以后呢，它跟生物之间会有一种情谊，它会去观察这些动物的存在，它会看到动物跟动物之间的关系，它会看到它环境之间越来越美好，它自己内心会升起一种爱心，一种慈悲的心，这些好的食物也会影响社会，渲染社会。